新闻一开始来看，这个台中警方追捕这个毒品通缉犯，结果这个嫌犯是拿出这个刀啊，想要家己自杀的举报。环境最后是用环球水来制服。另外一件这诈欺的案件是这盘查过程，这嫌犯假作要配合，煞雄雄走去，警方是骑车追捕，最后这两名嫌犯拢获这逮捕以上。你出来了啦！哎、欸，担心男子为着想骗警方的男渣，立即去台中摊主一间铁厝的别墅，有关警察微调调准备抓人，无想到单男雄雄提出一支凹贴的刀啊，拄伫咧家己颔棍啊，要求放伊一条生路。打他手！你打人啊！不要啦，你不要这样啦！走，不要！警察派人诶！43岁单男身躯拍3件毒品通缉案件，夜到啊，举报一个突破包围，警方马上叫巡逻警网支援，搁再使用环境水夺刀制服逮捕，专案以涉犯妨害公务、毒品通缉等罪嫌移送侦办。危急之际，员警使用辣椒水，并迅速上前将其压制在地。该陈姓男子为涉嫌3案的毒品通缉犯，全案依妨害公务罪及毒品通缉等案，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。35岁王姓男子同款也是通缉犯，日前伫咧台中中区因为行窃可疑，被警方盘查，过程当中是规身躯皮皮擦，辩称身份证伫咧租厝的所在，煞雄雄越一个就走。警方骑车追捕，趁王男无顺利涉毒的时阵，冲起嚟逮捕。王男自知不过瞒不过，转身逃跑，并于逃跑过程中不慎摔倒受伤，经员警逮捕后，全案依法将王嫌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。警方表示，王男涉犯3件诈欺案，被通缉，至少面临4年有期徒刑。为着避免离家，已经逃亡一个月，最后也是被警方移送台中地检署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记者台中报道。